香港人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香港人。很多人认识我，我在台湾长大，台湾出生。我妈台湾人，好，其实是一半。我爸香港人，但是因为爸爸的关系，所以我算是道道地的港长。古惑仔的血液在我身体流窜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所以在你面前，现在是来自香港的脱口秀演员，有没有觉得价值连城？大家想听广东话脱口秀吗？他们叫动动喜欢。想的话，一样500块，那换成港币好不好？对，香港脱口秀，动动喜欢。很多人跟大家一样，听到我是香港人，他们第一句问我讲说：“贺龙是香港人。”他们是这样问的：“贺龙，你香港人啊？”很会讲广东话啊！我不懂很多人这样子，他们觉得中文只要烟嗓加上拉长阿音就是广东话。你是香港人啊？我也会讲一点一点烟嗓加上那个拉阿音，我也会讲广东话啊。因为我被问20几年了，我的官方回答 official answer 第一句一定是这样讲。虽然我还有个黄种人啊，但还用得到省听不省讲吗？我，如果你这个反应的话，代表你他妈的真的不懂广东话，真的。就像你在国外，然后跟外国人讲说，I can speak English， 外国人如果我，代表他是混血而已，他不是外国人。这一句，你问我下一句，你要讲一句，那你会讲第二句吗？第二句，你们觉得我讲什么？广东话？什么脏话？我那么肤浅吗？讲脏话？怎么可能？还点头？不会好不好？问我第二句，我马上给你一个超强的，要一三钱都炒把高上。大家知道吗？广东话很1到10。要一三钱。你们都有学一个新的语言，大家都有学语言的经历吧？最难的一课，最后一关一定学他们的数字，因为这是最难用到的，最少用到的。所以我只学数字，这很强吧？走在路上讲这个，你怎么有风啊？要一三钱都上高山，要一三，要一三九个三吧。留恋多么，留恋时间，留恋小麦啊，留恋下狗，留恋菠萝油啊，然后加上留恋广东话，边上留恋阿姨，留恋耳聋会不会讲广东话？哇，广东话！你今天有回香港一趟？我之前很常回去，因为我刚刚说我爸香港人，但其实我单亲家庭，就是我爸妈其实是分居的，我爸都在香港，但他们还是有联络，所以我大概1-2年至少会去一次。可是最近很少去，是因为很遗憾，我爸在2年前过世了，然后最后一面其实我没有去见到他这样子，然后到现在我已经3年没有去香港，所以我几乎快忘记就是爸爸香港这件事情。那今天很突然是1月的时候，有一天夜深人静，连平地的半夜，然后我在房间用电脑。然后我妈突然进来，也没敲门，直接打开门。儿子啊，爸爸过世2年多了，还记得吗？我整个吓到，因为我妈进来劈头就这样子问，我赶快把视窗关掉，卫生纸赶快收一收。知道吗？好歹你也是他儿子，你要尽点儿子的义务，去拜他，悼念一下他。我们去了3天就回来，好不好？妈，我懂了。讲完了吗？3天没去了，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飞机一到，我订了中午12点的翠华餐厅，晚上旺角女人街，隔天香港岛杜蕾莎夫人大相馆，太平山看夜景，然后第3天拜爸爸妈，迪士尼乐园。
大家出国过吧，我们一下飞机到国外的机场，第一关就是海关嘛，出入境查验，对吧？那出入境查验一到了一样，那对方就香港人嘛，看到我有讲说港车护照，我刚刚讲过了，我是道道第一的港照，孤寡宅的协议啊，我当然是这样在等他的。然后他一直看我，一直看，被他嗅到了广东人的感觉。没有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何先生，你的港签生日，你港签生日。”哇，我忘记了，大家说香港吗？香港是英国建殖民的，大家知道吧？所以他们的纪日的方式是日月年，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是月日年。所以我申请的港签的生日写反的，我是四月三号生，我登记成三月四号。所以港签其实没有过，他说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想说还好，还好，我可以解释，因为我学过第二种文化，要你三岁不都差不多搞死了。我跟他讲，首先我的年份没有错，1994年一样的，一样，九，要你三岁不都差不多搞搞。那香港人很急性子，所以下一秒我被带往香港警察的办事处。然后带我的人非常帅，一个警察帅，超帅。大家看过香港警察吗？香港警察的制服是窄裤，然后窄身的，然后他们制服是亮的，然后还有秀很多臂章，非常帅。然后带我的人很高，然后又很壮，然后所有的西装油桶，哇塞！看起来像郭富城，你知道吗？香港郭富城啊，干就是郭富城啊。然后把我带过去的时候，路上所有人都在看我在机场大厅里面，他觉得我是毒贩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带毒的感觉，异常的兴奋啊。然后在他后面走的时候，我妈在后面，然后跟海关人员在那边大叫：“他是香港人啊，他怕香港人，你不用带过去，不用带过去了。”然后我在边走边听到我妈的叫声，我想说好感动。天哪！你看我们母子俩出国，遇到这种危难还一条心，真的很感动。他香港人啊，没时间了，我订的12点的翠华餐厅啊。我只听到这个之后，马上转头给我。然后香港警察很帅，他们姿势都这样子，他们瞪着都这样瞪，他们走个台步，跟拍电影一样。郭富城转过来，你还没来香港领啊？你是不是香港人啊？听到这句话。当然，官方第一句 official answer 嘛，所以欧元官方懂人啊，男士官方懂啊，谁听谁懂啊。刚讲台语了，不好意思。所以讲欧元官方懂人啊，当然懂啊，谁听谁懂啊。暂停一下，这句话对你们讲，对朋友讲，对同事讲，很有趣，很幽默。但是如果你在香港警察机场办事处，你的签证被怀疑有状况的时候，你讲这句话一点都不好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他觉得我在耍他。下一秒，我被带往里面的办公室，我妈都进不来那种。他门带上，然后那个人把我交给叫什么？他们说歹喽歹喽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是一个高官的警察，超可怕。他穿的不是警察制服，他穿西装，里面是枪套配真枪的，哇！超级帅，然后光头、倒腮胡一个大叔，戴着框眼镜，天哪，梁家辉啊！刚刚郭富城，现在梁家辉，靠我彭于晏啊！天哪，这寒战三啊，非常时期，非常爽快。然后转过来，马上问我，他会讲普通话。冷宅，帅哥，搞清楚哦，你是不是香港人啊？很凶，道道第一的港宅，孤寡宅的协议。对不起，我台湾人，不好意思。我怕香港人，我是来对我们家来找我爸的，所以我台湾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香港警察队，好啊好啊，你爸爸香港人。你的名字，贺龙，我查查看。不好意思，阿婶，我爸妈在香港没有登记结婚，所以你查不到我的名字。啊？真你爸爸？好，你爸爸电话多少？我打给他。
阿婶不要，不是不要，不行不行，他死了。我讲的是实话，听起来像我是诈骗集团的偷渡客。我讲的都句句属实啊。转过来，向他们警察队，抓着我的头。你不要给香港警察狗熊啊！不笑啊！把我吓到了，他真的把我当诈骗集团，好可怕！然后他讲说，还有的工作是诈骗集团，你做什么工作啊？狗熊啊！